贝多芬对世界带来重大影响。有人说贝多芬是古典音乐界的乐圣，听他的作品可以更了解和感受他的不屈精神，为生活注入正面力量。香港演艺学院、香港电台联合制作，32位演艺钢琴家带你进入贝多芬的钢琴世界。今集为我们演奏的钢琴家和曲目有贝多芬写第一个 movement 的时候，其实是一个很 struggle 和一个很灾难性的一个表达，同埋地獄式嘅感覺，或者類似嚇，即係話你睇下佢高呼咁多 struggle， 佢 fighting 佢成個 time， 佢成個 life 都係不斷喺度同命運搏鬥，即係佢唔會認輸，佢唔相信我個命就係咁樣嘅。有貝多芬一個熱愛自然嘅人，一個大自然嘅人，之後睇下佢寫啲田園音樂啊、田園交響曲啊，同埋好多其實佢喺唔同嘅 composition 裏邊個作品裏邊都一直講話大自然。或者我覺得同呢個宇宙嘅創造者，我覺得佢有佢 in the way， 佢係有同佢有接觸嘅。我覺得，因為佢完全係一個聽唔到嘅狀態，而佢喺呢一個音樂裏邊都係一直有嗰個嘅一個 vision。佢用音樂可以睇到嘅嘢，同埋佢可以感覺到，因為佢完全係 alone。但係先聽佢又好好有個精神嘅境界，非常之高。
我大概十年前學呢首歌嘅，嗰個挑戰唔係淨係 pianist， 都甚至唔係 musical challenge， 甚至唔係什麼 stamina 嘅 challenge， 係一個你究竟有幾了解音樂本身嘅一個 challenge。所以我十年前學完呢首歌嘅時候，我唔覺得自己彈到，我都等咗好多年，我先夠膽係演出呢首歌。呢首 sonata 佢基本上係有兩個 elements 嘅啫，貝多芬就好細，用兩個 elements 可以做到一首45分鐘嘅巨作。咁簡單嚟講，其中一個就係一個三度。一開始成首歌係砰砰砰砰砰砰砰，就有第一個啦。咁第二嘅 element 就係一個半度。咁再另外多一個咧，佢喺譬如佢嘅慢樂章嗰陣時候咧，佢好多時候咧就係從佢本身 B minor， 咁佢將佢依個音升高半度，而將成個 key 降低三度。就無端端將暗變成光，咁依個其中一個就係貝多芬佢個腦，佢可以用唔同嘅 element 去創造佢音樂嗰陣時候，佢其中一啲入邊嘅意思，即係佢作出嚟其實佢係一個好似一個藝術品，你應該攞嚟睇，唔應該攞嚟彈嘅。咁所以佢基本上佢冇諗過人哋點樣可以達到嗰啲音，好多係好奇怪嘅轉手嘅位啊，要揾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解決，甚至到最後其實解決唔到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有時就係因為佢解決唔到，即係佢一個不完美嘅呈現，所以都印證咗人類不完美嘅呈現先係一種藝術嘅創造出嚟。